运动增强体质，散打防身护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二拳法，转身边拳。这个动作在实战中可用于主动进攻，也可用于迎击反击。最快速的击打是拳先到点，再找身体重心，以拳去带动你的视线和重心，没有任何动作依照。如有不同见解，评论区留言。下一期想看哪个动作呢？后手打空之后啊，直接转身后蹬边拳，直接打挺了，脸着地啊！今天马和沙特和张伟丽都是让对手脸着地。哇、哦，天哪！再来看一下转身边拳发力非常充分，呜、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